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金灿灿的黄桃，这颜值可以不？可以吧？我的妈呀，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黄桃了，好甜！来个香菇的声音，可以啊。这丹东产的，你们吃过没有？比我以前吃的水蜜桃也好吃很多，又脆又甜的，比啃苹果还香。你们喜欢吃什么水果？就所有水果里面，黄桃也是我的喜爱之一呀。不错啊。